男子被送到医院急诊室，但他火气很大，在现场直接大骂救护人员。那当下很痛很痛，只能慢慢来。你就会吹吹吹，也是在客气哦，你也抬高调啊，你今天没空道谢我，你一定早点到底啊。 男子不满车祸后，救护人员第一时间到场的救护处置，大骂救护人员，甚至要求对方跟他道歉。嚣张态度让急诊室医生看不下去。上次我就直接告一个，我就直接告下去了。医生建议被骂的救护员可以提高，接着霸气地跟男子这样说：“针对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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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针对他
不执行医疗行为，接着人转头就走。而这名救护员救人还要被骂，当下心情其实很沮丧。第一时间同仁的内心可能也是会蛮沮丧的，那但是其实只要患者他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攻击救护人员，那我们还是会持续进行对患者进行沟通安抚。救护同仁被骂，消防队表示目前暂不提告，但男子大闹急诊室骂救护员，整个过程都被民众拍下来 po 到网路上，恶劣行径引起网友挞伐。华视新闻林家谢宪宗、吴建宏、云林报道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，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